我们不转换我战们术，再把战术等会儿进去的时候我们讨论一下。可以可以。我们士气怎么这么低迷？我们不是士气低迷，我们是每个人直接眼神勾留，根本就不用勾留，随便一手制定一下战术就明白我们这把应该怎么打了就。他们已经在想怎么打我们了，但哎，问他题怎是么他打？们他在逃。拿嘴打没有用，这个游戏是拿手打的，不是拿嘴打的。我上路一混，你们下路一越，中路一帮一起拿下，这玩意儿。你们进去了吗？复制吗？哦，我们先趴这样了。你们进那个房间了吗？你们？进来都进来，还差俩。还差两啊。哎，我这没刷新到，等一下啊，密码还是一样的吗？嗯，啊，一样。样的，叫斗鱼明哎，星赛，旁边斗鱼明星，演三，哦，我进耀眼三。，OK。哎。你说我几波团都没打，没有大猴的版本，一般般吧。只能说是一般般，死亡之舞改了，你知道吧？他没魔抗，他太脆了，这而且三项一改，没移速，跑得可慢了，没移速，没魔抗，又脆又赶不上趟，还差一个我们队友，队友志哉、汽配城跟波浪赶上都在了，是不是差马老师？马老师叫啥呀？马老师，你叫李狗蛋吗？啊、我在，对，我来了，我还没进呢，我现在进了，密码是刚才那个密码吗？对。哇。来了。来了。我们是不是要制定一下战术了？来，制定一下战术。制定一下战术。我上路十豆人。好，那我们这把就围着下路打。第五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辅助？什么哪个辅助？苍蝇的辅助，绿你交钱能干对面的。啥？你说啥？我听不懂。绿你。泰坦，潘森交钱。泰坦。你喜欢硬辅是吧？OK。OK， 潘森我不会玩的，我不会玩潘森，我玩任女吧。嗯，好，任女也行，打死对面带控的，我们这把打凶一点，好不好？上来就发任女、潘森、泰坦，可以。OK， 任女、潘森、泰坦，那我看对面选啥。反正你选个带控的就好。你看不到吧？这把是自选还是排位啊？自选。看不到吧？自选，那不左上角有个自选吗？啊、怎么了？这把我全程帮你刷啊，你一起来，好吧？我二级就来，二级就来，我给你也去放个眼儿。行，可以，没事，不用管我。我马老师这把玩个什么？皇子吗？行，我选二级，还是螳螂？螳螂不行，螳螂不好帮。啊。我觉得螳螂快呀、啊。什么？他说他觉得螳螂可以吧？主要是看着马老师最近玩哪个比较多。是啤酒人还是黄子还是螳螂？我三个都没咋玩。哎，怎么还不开啊？人齐了。得心应手一点就可以了。金姑姑这小豌豆豆弄死他，这把把他们下路打抓爆，好吧，打爆。可以。
你玩什么 AD 啊？我想玩一级比较灵魂的，一级一级。一级比较灵活的。你会玩滑板鞋吗？一级也是吧？滑板鞋厉害呀。你玩滑板鞋吗？嗯，可以玩。那我玩大课吧。也可以。也可以。OK OK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们下路无敌。下路无敌。OK。好。哎，我可以玩永恩的这把，其实我这把可以不玩难道。对面可能是永恩跟露露。可以。真的吗？他就他打这种比赛很喜欢玩这种东西。可以了。那我玩个石头人可以吗？石头人被我预定了。哦，你要你玩石头人是吧？悟空石头人，嗯。谁开啊？谁是队长？一区秋花是队长。难不？开吧，开吧，开吧。Go go go go。对面玩永恩，哦，对面永恩的话，我就玩一手。不一定啊，我是觉得他可能是永恩露露或者是之类的东西。没有，对面的直播间已经安插了一个卧底，安插了卧底。我这里好多卧底。野宝。啊。OK， 我有 Netflix 的那个皮肤。啊，玩永恩，永恩的话很烦，永恩的话，你们老让我玩无敌人，那太笨了，那英雄，那无敌人有点笨。这把你的 TP 就跟着我了啊，我只能六级代替啊。啊，六级，肯定六级再叫你。行。玩亚索，我玩个永恩吧。算了，难得赢。巨线爆，对面打野玩那个。玩扎克。无敌人还笨呢？那无敌人打的剑魔，那对线都打不了呢。啊？有扎克？对，有内线告诉我对面玩扎克。哦，那不这把不是扎克打扎克了？啊，我是辅助。哦。那对蹦，哎，本来想玩永恩，算了。对面太恶心人了，怎么他准备教我玩扎克。等输了得背锅了呀。嗯，我这把二级就抓下。你不应该二级抓中吗？二级抓中也行，我看行吗？我是先上来先放个烟幕弹，以防有卧底。对面玩亚索，可以。啊，可以的。哎、我有可能。那我不无敌了吗？他这亚索。你无敌了，哎，不对呀、嗯，我觉得他亚索应该打，呀，他也石头人儿，啊、哎哦，不是，不是，这个永恩是打中的呀，感觉，不是石头人辅助，石头人辅助，上次是个赛人，亚索，亚索打 AD， 不对吧？不是，是永恩 AD， 你们没看那个，嗯，没看那个消息吗？哦，是个人问了一点。群里面开始就说的南波好像这把打 AD 是不是？哇、哦，这么屌！那马老师，我们两个跟他、哦、给他借借网瘾来。嗯，好。哎呦，这把我无敌啊！我给他冲一下，我就来。可以，咱俩跟他。俩扎克，俩石头人。这把我们气势要打出来，好不好？嗯，气势啊，一级团队啊，气势一定要有。上去烧他们。石头人中单，哦，对面石头人要起飞了吗？起飞！杀！哦，交闪可以。哦，闪现。五零。哎，石头人没闪。OK。打入。全军出击。他换线吗？我打永恩。你打石头人。ADG 时间。啊？算了，我中吧，没事。我都行，都可以。我中吧，我中。不是，没有永恩，赛恩。有呀。永恩是下路 AD。
老高。永恩跟亚索是下路俩人。石头人走。哦，石头人打中了。下路他必死。啊？这石头人是谁叫我？马老师，你两局来，他必死。我们两局你来。我们两局你来。我们两局。我已经到了，但是。但是你没啥用的。我已经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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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经到了。好好好，六把六把六把。对面打野全刷的，在那个什么？抓不了人了，怎么办？我技能 CD 有点久，八秒。是个妹子玩，不会吧？妹子玩什么？雷兄弟，我活活蓝米，我他妈没蓝。我们二线了。哎呀，可惜。忘记我人手防备，这里有气。啊，没蓝了，我也没蓝。收线了，我抓不了了。蓝米了，操！石头人是鬼友，不是吧？这么下饭？感觉中路是机会啊，中路啊，感觉这石头人，可以抓一下。OK。哦，潘老师来月下，三级来月下。来了。来了吗？你确定要约吗？确定，确定一定一击肯定。感觉不太好约啊。我扛到尽头了，我变出爸爸了。哪一次？哦，马老师，马老师，马老师，我来。OK。我站起来了。扎克搁哪呢？扎克。没事，转的，转的，转的。啊？怎么事了呀？哎，上路，再上路，再上路。跑着了，哎，哎，我这个北东胖一塔打你吗？啊，中路，对呀、啊，高玉塔的第一攻击目标。啊，我的四小兵了，我。是这样吗？上路有闪吧？我有闪，我没闪了。那个被动都变成了零，就一样没了。我没有闪了。他有闪，啊 ！Q 小兵了，我靠！不 Q 小兵，石头人，我溜了。等我，英布，等我。嗯，他们在冲防，救一手！救命啊！来，这样有一点来不及。哎呦哈，300块钱。嗯，下路可能去中路的。我到六就不太好杀了，石头人下路可能去中路的，两个都不见了。没事，杀不死，我继续下来吧。对，你们就无限越，我觉得可以，啊、无限越下，我觉得可以。想想我们上一把塔下坐，然后还要越。悟空，你抗压了啊？感觉可以，感觉下路两个人过来搞我了。只是刚才没有办法抗压了，兵线过去。搞语音包，我操！应该旁边有人吧，不然不可能搞。再下。还有一个不见了，哦，来了。我来了，我溜了。我都抓不了呀！我来了。看到我来了。我来了，小心点，太龙马上到，撑住阴波，好，勾引的不错，牛逼，可以 ，nice， 绝抓，都没中，你蓝了吗？还呀，中不见了，好像去上了，喂，扎克呢？帅，我溜了，还行，可以，我还三分球了，不是中路，我不上路，
剩没多久到六级。我已经六了，已经没有任何人能打得死我。哎呦，这不掉被动。嗯，哦，哦，坐了晚上跑了，看到了，我直接跑，直接跑。上哪去了？我吓走了。苏伦在这里，打死吗？我苏伦在这里。吃塔皮了吗？再有人扛菜在下楼，太打招呼了，过来了。啊，冬哎，冬没了啊，冬没了，冬不见了，哎，是，漂亮，走了。上单，能帮吗？这上路啊？什么上路？没大招，啥有没大招？来人我就大跑，他大我大空气，他就跑，我就跑了。石头人不见了，石头人不见了，马上六，再抓包下。他说还有个说粤语的。不是粤语，我来下了啊。那不是粤语，这个打野是谁啊？扎和打野愿意入，不太好上。我溜了。有稍微有点弱。我害怕了，兄弟，我打着，我马上就打着。OK。科学帐篷。加入不连吗？科学帐篷是。够。可以吧，相信我，这个装备是掉了。我感觉这边打野还是要来下路。中 miss 了，看到他肯定在下路了。怎么说？等我们等蓝道过不慌。这个打野别打了，石头人在，石头人在，我知道。不打。河道在，河道在，河道在。啊，不打。为什么？等一下，等他石头人回去。你跑！我要出去，你跑个屁！打克！OK， 我知道。快跑！输死了吧？不会死吧？太龙到了！没事，他不敢动你，我来了，撤这个！没事，我来，我收。没有，我知道。你吃。Nice。可以。你要不要？好。上路要挡上路，什么？悟空加油！哎，什么？可以。我跟他打的还比较的开心。你勾引他，我马上就来。上单，你勾引他。哎呀，这上路有机会啊！我靠。你勾引他。上路勾引他，我勾引他，勾引他一种啊。有个打野。我没听见啊。扎克没有被动。来，咨询，他没血了。我把他野抠了。我给你塔下抠他一手，他没有血了。我给你扛一手，我给你扛。好，不赢了啊！Nice。能跑吗？走。这扎克防备我头了呀！刚来下混斗汤。回家一波，压缩六级了。我来了。不个意思、我也来了。啊？我这什么技巧要了？我来了。哎，石头人啊！但是这石头人是右装的，石头人下去了，搁这儿呢。兽人来了。没有用。压缩没伤，我没技能，我没技能。没事，兽人。我们两个石头人，不危险，两个抓客。不要自蓝吗？可以，我按照时间去了。我来了。这是有烟吗？啊？有烟吗？有烟多，胖这里不？我没有烟。没有吗？扎克，我这都扎克在破先锋啊，我哥们。不是吧？他好像在下野。哎、他在破先锋吗？马老师，你帮我们看一下，他可能要飞我们。我有船了啊！我扎克在上，扎克在上。
这么难了吧，兔兔？杀我石头人儿！对，但是我没大，我没大。可上大，可上大。OK OK OK。亚索没闪，亚索没闪。OK OK OK。我下来了，我下来了。OK OK。直接杀那石头人儿，不是石头人啊，那扎克。等八秒，等八秒。搁这儿呢。这俩人要强杀我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他俩凭什么强杀我呢？这你去骂，你去骂，你可以去，难道我不？你是你他妈 ，OK OK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没法管你了，没法管你了，这个。哎呦天哪，这两个人！这石头人他老勾引我，我靠，没办法。太幼了，他俩，他俩太幼了。哦，也可以，但是没有时间，时间过吗？不知道。这里有烟斗。对面打野在。但是这里有烟斗，这我操，这我操的。打野在上面，他现在回家了。我的船有吧？这里，你这里，太好呀！太好呀！不杀吗？我有大。枪杀吗？你觉得？不要我觉得。走吧。赛恩好像有 TP 啊。我现在一层一块。听不听见？喂 ，Hello。刷呀！扎克打一趟，完了。可以。嘿！没事，你这把吃住了压力，对吧？我们下路可以，这把抗压很 OK， 控下很肥。其实我可以不死，但我觉得没必要，必须得给他们点压力。这个蓝 buff 也有刀，结果下路，下路我大招差一点 CD 刚才。哎，这里有个打野，哦，这里有个，来了，来上。来了，没吗？赛恩踢了啊！赛恩踢了，我没蓝了，我没招了，我打到差一点，我溜了，我能不能打吗？这个能打也能打吗？我马上到啊，兄弟们，坚持住，我吃个药，我马上到了，坐，我有中路，哎呦。我打到差一点，叔叔！我操，他他妈还有死！中！你来一次！给我杀！上一个！哦，对面下路要不了！哎呦，叔叔，我打到差一点。这波还行。没事。这波不亏。小算。我走到下路了。可惜你的人头啊，你不该救我的。这亚索是个什么？我打到差一点像助你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哎呦我靠，太难了。扎克没杀，对，没杀的。刚才我这头，我去吃龙了。然后可以吃龙。塞欧拿了羊狗大龙头。塞欧拿了2000块钱呢，这塞欧，我靠。叔叔，你出 AP 怎么说？啊？你出 AP 怎么说？我出 AP 吗？哦，不，我踹到这个。No， 我没钱。太优了，不赢了。又选来了，龙吃吗？对面打不打？他打不了，我来打，我来打。我打个河蟹。给我一点钱就可以。哦，你。我来了，有点肉啊！哎，不对呀，我们剩30多人，算了吧。我们拿是他的，打是他的，他一个人，一个人。我们拿龙，我绕后了，我来了。啊，又来了。大吗？能，有大有，应该不用大，他这哎。算了，我给你断一手啊，你走。可以，能走吗？我差不多。我费点劲啊！能跑吗？上去了，石头人上去了，石头人来了，我好。最好是别往我这儿走，他们应该是一直干我，我就发现了。快跑！快跑！亚索没杀你，我亚索没杀了 ，nice。真的没有，我可以跑，可以跑。猴哥对不住了，这一波。我去收没有想到这个打野在坦坑，我好。
没事，他们应该就是一直往上跑，一直干我，但是没有用。我溜了。这个能干吗？亚索没斩，兔没打走吧？蓝应该没了啊，蓝。没关系。这个老三。枪兔们了。把峡谷拿了吧，这个打了，把峡谷拿了。石头人有机会杀，他再皮的话我要干他。我没弹了吗？死了。没弹，空弹了、okay. 空弹。哎我输了。蓝要吗？来抽个蓝。啊不，你拿不要了。难道我加入冰城？很多。哎，这扎克是、对面的，我以为是我们家的。我十秒大招啊！稍等一会儿再打，先别打。十秒，我们可以中路干一波。扎克没打。来，马老师干一波。来，我准备开峡谷了。我们准备团一波。来。我这红。哎，这是红了。这石头人能不能杀？我打他。杜了没打到。不人。不能啊，不能就算了。没打。杜了没打到。我来了。可以杀呀。他没大吧？亚索没闪，他没大不早说，早说呀，我大他了。他没大的，反正我直接上了啊！我上一步记得拉我。就打这石头人。先杀永恩，扎克跳了啊！扎克，亚索没闪，哎，扎克来了，扎克就杀扎克。喊他！几个了？哎，我来了。啊！先把塔推了，推塔，哎，我在 AD 扛塔呢 ，AD 扛塔呢，完了，我在塔，先把塔推了。亚索没闪，喂，我一 Q 马上好，我这没啥事，他打不到。亚索没闪，哎，完了，我来了，哎，没完，再滑，哎呦，漂亮，石头人，哎呦，我漂亮。我 nice， 哎呦帅，还有我漂亮，我 TP 了，我 TP 了 nice， 可以，快跑，丢了，大钻，我此时此刻我想给你放一首音乐，滑板鞋，我这波技能全攻了，打个蓝吧，这就是世界冠军嘛。打个蓝吧，这蓝谁要啊？你要，算了，那我要吧。亚索没三千。哦呦！那其实也交流。Nice。还来啊！我靠，我忍不了。可以干啊！我们再来。当然打好了，我忍不了。我打好了，就杀这扎克。就杀了扎克！射了没打到，我们来了。马老师，那啥吧，快跑！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来了，他飞个了，飞动了，把赛恩先杀了吧，要不？我就拍地板。我来了，这么坚强啊！哎，这扎成刺猬了都，全是毛，满身毛。我给你拍拍地板。兔子没闪，能扎他吗？哎，亚兔来了。那才是。互抠呗，真是的。我想羞辱他。哎，这啥意思啊？他连个不是，他连个盾弓都没有。我再来。打！哎呀！快把！这个龙我们好像，快快快，我们把龙偷了。可以打这龙。过不了对面过来的。来了！过他！我来了！我没到。石头人没大。我来了，要死了。对面踢的。可以。保一手，马老师。保一手，有盾弓，没事。保一手。OK。滑起来！好。
啊，这啥？哎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PK。哎呦，太幼了这。他死了。太幼了这。他死了。哎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光狗，哎呦哎呦。没事，我帮着打，我帮着你打，打中吗？或者一大大龙可以啊，大龙。大龙，我好像可以大龙。他团灭了。嗯。我压死我那金乌在玩是吧？哦。不是。那我就不讲武德了。哦，是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我不讲武德了。哎，我才看到一个 ID。呀，我拿的大龙，回家出个反甲的。金箍棒是，我退难了呀，太快乐了吧，感觉。直接断吗？我这都直接断了，快！这干了啊！飞飞飞！对面好肉，对面轮操，对面轮操，他们三个人站一块，我上了。我给你送，我给你送，要不需要我。是三千，拦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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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啥，没啥，没办法，没啥。一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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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波。他们石头没大吧？没大，石头人都死了，大不大能怎么的？扛塔吧，就干吧，没事儿，你硬干吧。谁扛塔呢？现在呀、啊，谁？我看不清了，打吧。这两，这两，哎呦哎呦哎呦！我怎么死了？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叔叔，叔叔，看到了。哎哎哎，这怎么把我带过去了？哎哎，就盯着我是干？我靠，解难！来，哎，拿枪。我扛塔呢，算了，无所谓了。我们是花军幺六六零。这石头人就盯着我干嘛呀？我靠！还有吗？好像没有了。两把哈。嗯，可以。两把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辛苦辛苦，这把你很 C。没有没有，哥帮我们打的哈。行，那我撤了，撤了，辛苦了，行 ，OK 了，大家辛苦了，拜拜拜拜，大家拜拜，哎。